都没认识。刘磊，你看，那先加。刘磊，你看这人不好。先找你二十啊。好吧。好吧。还是你有。啊，也没有二十。那五百。我什么都没有。下午2点，我们终于回来奶奶家了。啊，那三个月没有见 ，mini Q 已经长好大。长大的 Q 都不认识我们人，但是他已经可以跟哥哥一起玩了，好可爱，在吃哥哥的玩具。没事。我跟你老公给你献上一个吻。你很熟悉是不是？他看到在拍片，他觉得很熟悉。带。哇，好帅哦！好帅的，喜欢吗？我拿手机他就不怕我嘞。哎，真的哎，不然他看到我就哭了。真的。阿贝的手机要不要拿？阿贝手机。不要，还是有点怕。可是我们如果没拿手机，他直接哭哎。哎，真的。他现在没有哭。你看妹妹，他现在是有玩具。那里有妹妹。啊。看阿贝手机里面有妹妹。张远，你看。哦。啊，他可以穿袜子。是新的。给他穿袜子。对啊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同学啊，也是刚刚运动在前面。我刚运动完的袜子。他现在玩具 OK 了。哦，看到很多玩具，然后抢了哥哥的玩具，宝贝球。哇 ，Mini Q。你看他手往这样了，飞掉。你要跟 Mini Q 分享吗？你可以来跟我对接，我用灭火种。好，哇，他有好多可动。你看，哥哥在送他那个，他送。看我妙蛙豆牌，看我攻击我的豆牌，谁敢？豆牌。好香哦，你的馄饨。很香哎。你用什么？你就是用那个。没有，我就用那个白开水加一点酱油。那个叫油葱酥。啊，油葱是你自己做还是买市场买的？市场有一家很多。哦，真的、哦，下次你帮我买。啊。他你直接帮我买好了，我下礼拜回来拿。我这样煮面什么都可以用。汤。今天的也。哦。哦。好、啊，那谢谢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再拿，先冰。他自己炸的那种。感觉很香哎。卖面的人可能给你干瓜。哦，他是专门在卖面条的。对啊，很多面条。啊，这是地瓜叶，不是一个苋菜。苋菜有什么紫色的？有这个品种是紫色的，有红色，有绿色的。嗯，这苋菜很好的，要多吃。嗯。奶奶在煮什么？煮热苋苋菜啊！哦，苋菜很好哎。跟馄饨。苋菜、空心菜、地瓜叶都是好东西，真的，营养价值很高。对对。可是苋菜你就是这样烫一烫就好了。我很少烫一烫，可以加油葱酥的，对，或者加酱油。哦，我都会想很复杂，都要炒啊什么。不用，这样比较简单呢。对啊，我喜欢菜沙沙的。嗯。然后这个有点红的，就会水就会红。嗯。那你们这里有照样吗？我们吗？我们应该会，对，因为我们有影片要拍，所以只是现在还不确定要去哪里。因为原本要去的那个地方，后来又不行，就是它客满。哦，对，是晚定。现在大家都流行那个，就是因为要往户外跑，都不住饭店啊，都是找露营车啊，或那种高级露营。对。所以几乎全部都客满，然后它现在人数又不能接到全满，对，那可能只能接一半，所以一下就满了。看他什么都一半一半。奶奶最近那个礼尚活动有恢复了吗？有礼尚，运动。运动公园开了。运动可以。啊。那个长照的。哦，还没开始。就是你长照在室内啊，所以他可能还是比较担心。对啊。啊，可是在公园教跳舞什么都恢复。都恢复。啊，大家敢出来吗？有，大家也是关得很难过。大家哪有？因为老人家在那个在家里面两三个月这样差很多哎，对啊，就没有出来晒太阳。对啊，还有的人还会恐慌。嗯，哦，对，你关在一个那个房子里面，那我们是因为房子可能还比较大一点，有些人房子大概小一点。对，哦，那压力很大，在在小小的。对。哎，反正有没有报复性上课？就一堆人来学跳舞什么？有啊，
有啊，很多人都很快吃的。我们今天带小朋友去上课，也是平常和平公园没有那么多人，那现在大家都往外跑。和平公园大，本来夏天的很大，超大，超级大。可是以前也夏天不会这么多人，因为太热。但现在大家没有地方去，对，而且太久没有出来跑，真的，小朋友都没有出来晒太阳，所以大家再热都出来，出来跑一下。奶奶请吃晚餐，吃雅趣，谢谢奶奶。烤鸭，父亲节很赞呢，乐退伍大餐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大一桌哎，这样多少钱？4900，快要超5000了。哇，很丰盛呢。妈妈，哎、欸，我们上次吃那个满月的时候，有吃到这些菜吗？有吃到烤鸭，烤鸭是一样的，然后这个泰式不一样。泰式没有，泰式它是打那个平日防疫餐的。啊、哦，就是防疫组合餐。我看到他们点华好像各种料理都可以点，就是泰式、西式加台式。哦，感觉很赞啊！拉大大，烤鸭，这是鸭肉。Mini Q 吃馒头，吃到馒头蛮多蛮。稻草，稻草牛是。换你了。用稻草去啊！我想说，为什么稻草牛那么耳熟？就是我们去那个大地啊，大地啊。看起来不错哎，可是它没有稻草哎。对，它稻草拿起来，拿起来了。对啊，我在想应该。现场是应该才长这样，我也叫你这样子，就叫你那来吃烤鸭，烤鸭好吃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很多很多菜，对啊，等一下来吃烤鸭，烤鸭好吃，来，那鸭松是哪一个？鸭松是这个，它包生菜那个，啊，鸭松超好吃哎，鸭松好吃，那我要先吃鸭松，好，鸭松包，鸭松包着，好饿，这里有碗，那别吃，碗跟筷子在这里，片皮，还有卷的对啊，哇。还有泰式，泰式可以包那个，包什么？包鸭的那个皮。哦，哪个？什么意思？对，那个把那个肉包到那个皮里面，啊，然后再加个鸭肉，哎、欸，还不错，嗯，好像可以。泰式，哇，这个蔬菜也不错。对呀，它这个蒸牛肉可能没有这个。多少？还有点，还有点硬。有点硬。你可能跟以前哥哥弟弟一样。筋比较硬而已。自己默默的吃。它这个比较干净点。这个是沾那个酱吗？不是，是吗？是那个，这个吗？就是对，对，是牛的。我吃很好哎，不要吵他。他这样吃很好。他自己自己吃都吃超多，他自己也吃比较多，因为他都吃不饱，他一下就想吃，会分心。没关系，那个鸭肉就是常吃。有到超？我觉得这么夸张，还是你很饿了？嗯，可能。你吃饱了？到底吃饱了，第一个吃饱了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这好像什么？这种叫？这种叫？一直叫最乖了，对不对？今天一直叫到。哎呦，你最棒了、啊！哇，吃的好棒哦！棒的，吃的都是。开心。你妈好高兴、哦。也太开心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你跟他们讲，妈最高兴。爸，那、啊、结果烤鸭快没有了。对啊，这边、啊，然后其他肉在这里，片米的肉，要什么？阿姨又来了，我有叫，通通都叫了。通通都叫了。外面两个人。好啦，准备吃晚餐啦。恭喜中越退伍。对。四个月。好无感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快哦，因为刚好在疫情，对，好都不能出门，所以感觉时间过特别快。对。比起一般当兵。对。你可是一直搬，要一直搬东西很，一直包东西很忙。对，很忙。可是时间过很快，很快。就至少比没事做好。对，也有没事做的时候啊，也没有说每天都包，哦、你可以大概包个一次两次。可是包比较多，代表说那时候比较多人从国外回来，嗯嗯嗯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要包。我现在包防疫旅馆的，好吃哈、哦，好吃。他们现在防疫旅馆都是那种50包50包在拿，嗯、然后一个区都，哎、欸，好像7个吧，那、啊、你们全部都要负责。就对，都住在你们这里。他们就会电打电话过来说你要几包防疫包哦，好像是政府政策吧，一包就是让你住14天这样，嗯，就一人一包。对对对，那、里面什么泡面、饼干、饼干、麦片，嗯，还有什么口罩啦，口罩跟垃圾袋吧，嗯嗯。
那他会有付快筛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肉很软的、欸，很好吃。需要我帮你用吗？来，就我自己用的。你们先吃。鸭腿。哇，鸭腿是多的吗？一整只鸭，就是没有办法切的地方，所以他就直接给你整只。那平常他们都会切掉啊，整只给你。要不要剁一下？不用剁了，整只吃，好卖。那是牛吗？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哦。